我是你助理还是你是我助理？下次再忘带钥匙，自己卷包责任别干了。你谁啊？我是杨真真。杨真真。哦，昨天在棚里把伴舞摔倒了，就是你吧？我那是不小心的，其实咱们早就认识了。说怎么有点面熟来着？你不是我粉丝吗？你是狗仔是吧？跟进来了吧？你现在是私闯民宅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告你。我呢，既不是粉丝，也不是狗仔，咱们是同事。我是星空起宣部的，是刘总让我过来跟您商量点事儿的。刘亦男派你来的。我现在没什么请求，你可以走了。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对接的话，让他刘亦男亲自到这跟我说。我不认识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出去了，手机了，给我把门关好，别碰坏我东西。刘总让我告诉您，千万不要发微博、发微信、朋友圈，也不要登录任何公众平台账号。你要想说任何话的话，他可以帮你拟草稿，好不好？杨真真，来来来来来，快点！看见了吗？他要发什么内幕消息啊？你心挺大呀，还关心着八卦呢？我告诉你，只要他发消息，没一句好话，全都是炸弹。我让你去传个话，你说什么了？把他刺激成这样？我没有刺激他。不可能，你没刺激他，他发着微博。你给我还原一下，还原。他就是说没有心情理我，然后就走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进屋锁门了。我为了怕他听不见，我就在门口大声跟他说了您要我传达给他的话。你跟他大声嚷嚷了是吗？我跟他大声说话只是为了让他听见，没有任何不礼貌的意思。行，你挺猛啊！你敢和他大声嚷嚷？你知道上一个和他大声嚷嚷的人怎么吼的吗？话没说完，让他给开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捅这么大个娄子，杨真真，我开除你算是轻的。你凭什么开除我？我做错什么了？我你还给我犟嘴！我开除你怎么了？这么简单的任务，我就让你给我传的货，让他别乱发微博，别乱发微博，这倒好。一小时给我来个准时播报啊！你这是给我完成任务吗？你这是在给我下任务呢。那他要是对我有误会的话，我跟他解释一下就好了。你人都找不到，你上哪解释去？手机不接，微信不回，人呢？还解释？那如果他是因为我声音大了，他就这个反应的话，那我觉得他这个人不可理喻。杨真真，我真的发现你这个人啊，我没法跟你沟通。怎么样，人找了没？小简只知道哭，说她不知道郑伯旭去哪儿了，也想不出来他会去什么地方。废物，你们全是废物！告诉你们啊，还有一个多点，郑伯旭就开始扔炸弹了。杨真真，你给我接吻了。我？不是你是谁？哎，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。第一，你要么赶紧把郑伯旭这人给我找回来，要么不许让他再放飞。如果两条路你都走不通，赶紧给我卷铺盖走人去。那要是我都做到了呢？你要都能做到，我就不叫刘一男，好吗？刘一女，我是男是女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赶紧给我找人去！刘亦男啊，刘亦男，
等我把你操控舆论、点击率造假的事情抖出去，我看你怎么回应。哎，你看郑伯旭微博了吗？他说4点钟要爆料哦。哎，我知道，郑伯旭这人他可虎了，动不动就爆猛料，我们整个部门啊都在等着看他热闹呢。哎，郑伯旭还真是个大嘴巴，什么都不怕。哎，你没看见前几天网上怎么黑他的呀？各种段子，看得我都快笑死了。我倒是挺喜欢这个人的，他吧不装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一说话就得罪人，有点儿傻可爱。今天他要是爆了猛料，我也对他路转粉。可爱个屁！一天到晚惹是生非，烦死。微博不是一直挂在上面吗？我从来没改过密码，为什么？可以啊，竟然敢盗我的微博密码！5 4 3 2 1。王真真，4点过了，郑伯旭没发微博。我想这次你应该不会被开除了吧？其实我挺希望你能留下来。我也希望。来了。你过来一下。真真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说。什么干了什么？别装了，郑伯旭到点没有发微博，按照他的性格，这是不可能的事儿。我们几个都没联系上他，是不是你做什么了？也许是小简说服他。你别跟我瞎扯淡啊！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？说。我做了点简单的技术处理。什么技术处理？把他微博密码改了。不是，你就是这么简单粗暴的把这问题给解决了？嗯。你是电脑黑客呀？我离电脑黑客还差10万个程序员呢。不过就是改改密码这种小游戏，我们大学还是经常玩。你笑什么？刘总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得叫你一女哥了，还是一女简呀？什么一男一女的？没事，就跟他打了个赌。他要是能把事儿给我办成了，我就改名儿。那旭哥好。再说了，那是得答应我两个条件：第一，不能发微博；第二，把人给我找着。现在郑伯旭人呢？人呢？我的小姨，哎呀！这不是我小主吗？你怎么才回来？找你找半天了，你真是、啊。哎，别动了！我问你到底是谁？什么谁呀、啊？谁黑了我微博？黑微？谁呀、啊？谁黑微博呀、啊？哎，我问你们，谁把旭哥微博黑了？给我站出来！我就知道是你们干。我就知道是你们干。